黑哥，要不要冲一下？啊，我甘拜下风了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你叫一声，叫一声师傅来听听。
已经已经翻白眼了。没有，因为你还没有习惯那个右边踩刹车啦。对，因为我刚刚骑在你后面时，发现你把踏板当成刹车一直踩，我就说那个是踏板呢，不是刹车。哎呦！离合器放才会动，哎，再放，慢慢，一直撸，哎，好棒。好，对。先过。
危险嘞！